调团队这道菜呢，是我们从2017年推向市场的，已经7年的时间了，热度依然不减，一直客人都比较认可这道菜。本地客人会点，外地来的游客也会冲着这道菜来的。我做餐饮其实从96年入的行，到今年都28年了已经。我呢是一直坚持在做新疆菜，苏里烤羊腿来自于塔城俄罗斯族的一道菜，叫做面包烤羊腿。新疆人对羊肉的喜爱，我觉得饥肠辘辘的时候，或者你在沙漠走的时候，看到一眼清泉的那种感觉。当时看到这道菜的时候，也觉得能把一个羊腿包在面包里，再烘烤出，我觉得这菜太棒了。一个生的羊腿裹在一团面里，这个面包要熟的同时，里面的羊腿也要熟。他对这个技术和经验要求太高了。回来之后呢，我把这道菜进行了改良。羊腿腌制完之后呢，先烤个80%，再裹酥皮送到烤箱里进行二次烤制。羊肉呢，选的是80倍的小山羊，羊的前腿一般在1公斤23左右。羊前腿它有腱子肉，肥油少，筋肉多，它有很多地方是带脆骨的，吃到嘴里也是口感层次比较丰富。把它整个烤熟之后，它也就在600-700克，它的量其实刚好适合2-3个人聚会的时候去吃它。酥皮用的是大绵羊尾巴的羊尾油，它里面没有杂质，它的异味少，所以我们就用的这个做酥皮的酥油。腌肉调料其实放的特别简单，黑胡椒、白胡椒，还有盐盐，先撒到羊腿的表面，要进行一个揉搓，再把胡萝卜夹子切成碎粒，再在它的表面进行揉搓，让这些胡萝卜和皮夹子的水分把它搓出来之后呢，充分的渗入到这个羊腿的里面。白胡椒、黑胡椒它是去腥的，洋葱和胡萝卜它是增香的，也起到一定的嫩肉的作用。腌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放到烤箱里吊烤。吊烤的好处呢，就是跟我们馕坑一样，它受热比较均匀，就烤出来颜色首先好看嘛。烤好之后，羊腿拿出来再进行改刀，改成小块，容易入口，然后再放到肚皮里包起来进行二次烤制，230度要烤17分钟。烤完之后呢，再用刀叉切的时候，它有咔咔咔的声音。酥皮打开的那一瞬间，羊肉的一股香气扑面而来，它的口感就是吃到肉是非常鲜嫩，又有一些烧烤的焦香味，但酥皮是酥的脆的，吃到嘴里面层次感特别强。酥皮烤羊腿推出来之后，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一家店可能得做200-300个羊前腿吧。守正创新吧，守是守着以前师傅教给我们的这条路，创新呢就创新的符合现在的消费者的一个饮食习惯，坚持原创，回归本味。